记者庄佩仪台北报道。日本 R Myshia 爱台湾星空现场 X 巡回的首场演出特地从台湾站起跑，此次他提前一天抵台，下榻于六福皇宫饭店，除要求房间保持温度26度湿度60，更狠下心进口不吃有葱蒜等新香料台湾美食，只为了护嗓，向粉丝们呈现最完美的演出。共度台出道的第20周年 Myshia 20th anniversary Myshia 星空现场